大只熊的脚结冰啊，内底阁有几那只狗遐弄来弄去，大只熊足上诶。不过因为渐冻症，伊煞啥物拢未当做。这是渐冻人协会参实践大学媒团系合作推出的绘本，送给我的熊。故事中的熊也是真实生活当中渐冻人朋友的处境。作者表示，渐冻人发病每期，敢那剩目睭会当叮当，所以方面顶管大只熊的目睭内几那粒星，就有特殊的意涵。在渐冻人三期的时候，家属跟病友只能靠眼睛来互动，所有世界就集中在眼睛里面。渐冻人协会表示，爱向囡仔解说这款目前阁无药医的病症，并无简单。不过绘本是一个真好的方式，家长带囡仔做伙读，用较轻松趣味的方式来理解。理事长嘛指出，因为渐冻症发病年龄是50至60岁左右，那发病会失去厝内主要的经济来源，望政府提供资源来支持病友和因的家庭。绝大多数的病友是会在居家照顾，在居家照顾上面，相对的社会福利其实在这个部分补贴的很少。协会表示，国外会组成跨专科团队来照顾渐冻人，因也希望讲，国内嘛会当提供完善的治疗，让病情会一直恶化的渐冻人，在生的时会当有较好的生活品质。记者刘新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